朱小丸作为国际超模里独特的东方面孔，这位具有浓重东方色彩的鬼马精灵拥有细细的丹凤眼，微微上翘的鼻头，小巧精致的嘴巴，可以消化任何夸张的造型和 T 台妆容。他的表现力是非凡的，节拍风格是特别的，小小的身板蕴藏着无穷的力量，无论在哪里，朱小丸都张扬又鬼马。作为超模，朱小丸176厘米的身高并不算非常的高，但是朱小丸的身材比例绝对不输任何人，一双大长腿和过硬的专业照样让他在超模界混得风生水起，他的心态也值得很多人学习。我想上维密，于是我就来了。2016年朱小丸第一次登上维密舞台，实现了自己的梦想。每一次登上维密秀场，他都是最活泼可爱运动感十足的那一个，又酷又甜又美又性感，简直移不开眼睛呀。最近福布斯中国通过与专业人士的沟通以及对模特走秀品牌和场次、广告代言、媒体曝光度及社交媒体影响力的综合评分，挑出了十张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十大国际超模，专业水平过硬的朱小丸肯定在其中啦。无论是工作和生活，他更是把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发挥到了极致。朱小丸自己说，我最大的竞争力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会有第二个朱小丸。这个爱搞怪爱玩闹的小姑娘对时装有着属于自己的时髦和灵气，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，不迎合别人而改变自己，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这样认真活着的姑娘实在是让人心动。 GLAZIA 和朱小丸一年一度的合作总叫人期待，我们的现场就完完全全留给她释放鬼马表情和手心大笑吧。牛仔连衣长裙、深蓝平底凉鞋、均为 Cancel 玫瑰金手镯，均为 Pandora， 摄影 Leslie Ren， 造型 Cream Mouth， 化妆悠悠，发型 Bandan， 编辑 Reneck， 采写陈金雷，设计 MYL， 助理接智慧小陈制片。乌龙剧小文的逆天过街折腿又一次让大家望腿心叹了，这位鬼马超模可以变成任何模样，在 GLAZIA 的镜头里她是少女杀手，卸妆后她就成了有爱饮水宝的少女小文。真实接触过具小文的人都会喜欢她，借着这份喜欢，我们辩论出各种关于超模的真实生活。即便如此直率，即便如此搞怪，其实呢她的内心软得像一只小兔子，害羞着呢。